哟，早安，我是 Roger， 现在已经起床了，现在的时间是3月31日的2:30，那我现在在等车，准备去找伊耿前往泰国，现在下雨天，不知道泰国现在天气怎么样 ，Let's go。酒精会干扰长期睡眠的什么深度睡眠的长波，随便，反正我现在讲的话，明天会忘记这段，因为我讲的话会变成什么说睡眠什么记忆，不管，反正我现在讲的话明天会忘记，很棒。